好潮哦，啊，皮衣好潮哦。你不会是这个集团的打手吧？石凯是干嘛的？公司不需要你这种人。干啥？你要干啥？穿这身要干啥？哪敢呀，小经理。你要对我们小唐总说什么？我是暖男，今天我今天是一个暖蛋，我今天是海龟，我应该是那种穿卫衣穿西装。哎呀，这么帅输了，输惨了，好帅啊！我刚开始看到也觉得好帅，好帅啊！我天哪，不就是一件普普通通的西装吗？哎呀！陶狗，哎呦，陶狗，我没自信，你别这样，他们，哎呀，九哲，你知道你这衣服颜色是什么吗？啊，绿叶。啊，没有，不行。好，我们走 ，Let's go。好到位啊，好到位。我不能坐那，我往这边坐坐。这儿吧，这儿吧，你慌了，你都要下车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两大巨头应该单独坐，不坐。现在已经这么叫了吗？气场不能输，真的是。唐总，别这么谦虚，唐总。小唐总叫小唐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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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唐总挺好听的。这老蒲总，他这辈分就出来了。凯凯，你为什么还带着夹子？啊？设计。今天的角色是跟美妆电商有关的。美妆电商多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别呛我的活，产品线是我带的。